西，荣誉。朋友们，嘘，今天白天该晚睡觉睡多了，所以一点也不困。妈妈让我赶快上床去睡觉，但是现在睡不着，怎么办？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现在呢，打算开始玩史莱姆。不过，虽说呢，凯文是史莱姆专家，也要谨慎一些。所以说，凯文如果声音超过了70分贝，就要接受惩罚了，好吧？惩罚就是，到那个时候再说吧。再说凯文根本不会被罚呢。凯文先去拿材料喽。嘘。凯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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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玩史莱姆。不过这样也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看，我特意准备了这个，猜猜这是什么呢？把这个水跟胶水混合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马上做出史莱姆了。超过了啊！第一个惩罚是，我把这个眼镜换一下。哦，好晕啊！我要戴着这个眼镜来做史莱姆。今天凯文要弄一个超级大的泡泡，做一个超级大的泡泡。可以了，在这里面还要再加上苏打粉。现在是苏打粉 ASMR 时间。不用加太多苏打粉。好，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哦，但是凯文现在有点饿了，点一个炸酱面来吃吧，给外卖小哥打电话吧。还有就是凯文有一些跟外卖小哥有特殊的暗号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来的时候就说泡泡。喂，你好，我的声音之所以这么小，是因为我妈妈正在睡觉。这里是好奇心公寓。炸酱面，我要点一碗炸酱面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拜托来的时候不要按我家门铃，直接说泡泡，就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。好，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好的，酱面要来。这次的惩罚要做什么好呢？把小零食挂在我脑袋上面，想办法吃到吃进去的话，这样我就算成功了。 OK， 那么现在把帽子戴上，凯文要是能吃到这个零食，就可以摘下这个帽子。开始了。什么声音啊？